立正，站立，请坐。各位学员，大家午安，大家好。这果然无错啊！每一摆吼，在授训的最后一天吼，大家要下课无偌久啊，才才开始拢笑眯眯啦。头一天来吼，安尼，但是头一天吼，我感觉讲大家吼，迄个面相吼，有看看看起拢真沉重啦。因为我这个三天节，唔知要予人安怎苦读，昨就开始也袂歹啊吼，即摆来看呢，差不多啊啦吼，搁再甲三点半吼，翕相，翕相真要紧咯嘿，翕相以后吼，大家当转去。今日呢真特别，今日咱的副主席有在座，吼，咱的两个副主席拢伫遮，一个原住民副主席嘛吼。咱的酒店今日嘛，才拢到齐，非常难得呢吼。所以今日我咧讲话吼，都爱特别小心呢吼，免得讲唔对呢吼。无我也无头路呢。今日吼，我要讲的课吼，你也知影吼，两天两节课，就要讲台湾的地位，讲啊足清楚，互你了解吼，无可能。我会当甲各位讲吼，台湾的问题哦，非常非常的复杂，毋是干呐非常复杂尔，而且复杂以外吼，佫因为吼中国国民党乱一个吼，伊甲你乌白写历史啊，你乌白写无要紧，你台湾人乌白信啊，即摆乌白信以后，就佫出以前出一个党外，即摆党外就有人咧画台独，画几啊档，五六十档，都读到今日。像咱美国甲你讲台独代表战争，大家拢有当感觉讲很奇怪呢。台独若代表战争，你美国佫讲你毋是国家，你台湾也好，中华民国也好，拢毋是国家，无你在台湾到底是什么？问题就发生伫即个所在。昨辩论的时阵吼，昨就是因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的辩论啦。马英九讲一句话吼，我唔知你听有啊听无啦。伊讲吼，证明中华民国啦，对中华民国这名，简称为台湾啦。你敢听有？我是讲我听无啦。这中国人的逻辑吼，拢在一边的呢。但是全世界，尤其是美国，无通啊在你边呢。所以美国人，伊这两年、旧年啊，希拉蕊有讲一句话：台湾的地位啊，我美国说了算。唔是讲美国说了算，美国较大呢？不是呢。是安那伊讲我美国说了算，因为是啥物原因？战争的关系啊。那无迄个第二次，这个战争啊，这个太平洋战争啊，那无发生啊。今日咱台湾哦，生活伫遮吼，照常伫讲啥，讲日本话。这无吼，那日本人伫管的时阵哦，咱即马无查啦，上无咱无查啦。这无咱的治安真好啦。三一一大地震，报纸甲咱报日本人非常守规矩，高速公路排队。要去迄个这边伊咧问买物件，排队，你敢捌看到排队？这边伊咧排队呢，内底有几个人，一人出去，搁一人入去，无人小抢。你有心鲜无？有无？心鲜啊！但是你也免心鲜啊，你以前嘛是安尼呢。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无条件投降以后。一直甲中华民国派军队入来台湾，要占领这个中间五六十天的时间啊，五六十天啊，吼，的时间啊，台湾的治安啊，甲迄个时阵三一一的情形一模一样，无犯罪呢，一人都无犯罪呢，犯罪率是零呢。迄当阵全世界对台湾人这种手法，
非常非常的钦佩，咱拢袂记哩啊，拢放袂记哩啊。到今仔日，台湾人也阁有人会去讲日本轰炸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你捌听伊无？你毋捌，我捌哩。啊，你若毋相信哦，你若尤其是吼、哦，台中啦、啊，啊，即、这个宜兰啦、啊，我坐计程车哦，你甲问迄个计程车司机哦。我昨昨日吼坐台北坐计程车司机吼，哇，要求同款呢，吼、哦，偌爱台湾的呢。但是你若甲问讲吼，第二次世界大战吼，台湾互啥物人拍败，还是讲台湾参有参加战争无？讲无参加，台湾有参加战争啊。迄个时阵轰炸台湾的是美军啊 ，B-29 啦，走B-29啊。但是台湾人这个轰炸已经都忘记了，忘记了，因为中国国民党入来了后，用伊的文化、伊的教育，甲你开始台湾人学被骗。伊甲你骗啥？第一，伊甲你讲，恁伫台湾的这个人，拢是几啊百年前，还是几啊十年前，为中国移民来的。唔是事实的，李玛丽啊，迄、那个长庚医院，长庚啦，迄、那个叫做马偕医院，伊去验 DNA 啦，但是后尾啊，受到中国国民党啊，来压迫，讲你不可以再验，啊，不可以再验，这个代志全不了了之啦。但是伊不了了之哦，私底下你若要予伊验，伊会甲你验。验的结果啊，会甲你证明讲，台湾人的血统啊，根本含伊中国无关系。因此呢，咱来知影，咱台湾毋是讲含因中国有关联啊。但是咱的教育确实有影，这25年啊，已经转袂过啊，尤其是少年的迄辈。更加可怜，少年的这辈，你甲看现主席，你莫讲原住民的话袂晓讲呢，含台语都拢袂晓讲起啦，客家语袂晓讲起啦。啊，即摆囡仔感觉讲，啊，我讲北京话是有高，迄较高水准呢。各位，这是真悲哀的代志。所以民政府出来到今日，你知影是安怎？中华民国唔敢对咱安怎？咱的后壁其实有大老虎在甲咱顾啦，这只老虎就是美国啦。美国甲中华民国有关单位讲啊，你袂当对这阵人、民政府这阵人乌白振动哦。伊若乌白振动哦，我甲你保证，美军马上入来。大家伫惊中国，讲中国哦，这个武力偌尔啊强嘞。中国人，你讲日本人啊，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以前啊，有几只航空母舰你知无？29只，航空母舰29艘哦。中国有几只你知无？到今日为止，有几只？我白讲，无半只啦，那是一只。迄啥物啥买？迄只2000万美金啦，咱将来轻轻咱毛2000万美金去甲买。迄只是去观光用的啦。我阁甲你讲一个足趣味的，苏联即马迄个绞绳啊，迄、那个飞机要降落有无？爱有一只锁啊有无？迄、那个飞机要降落，爱买爱甲勾起，啊无飞机会撞落去啊。苏联不爱卖伊啊，苏联不爱卖伊啦。啊，不爱卖伊的时阵，即只船会当在航空母舰的意义里头，就是用船。在建造机，伊个国土的扩张呢？这意思就是讲，中国个武力，你唔免惊伊。今日我讲伊无迄个物件，唔是惊伊讲，我一年前我就讲啊。阿尚甲我讲啊，美国军方甲我讲个，伊上大个三个缺点，第一，伊降落个迄个缆绳啊，迄毋是凊彩做个呢。现在做迄飞机要甲交掉，交袂掉呢。
所以迄个缆绳伊若无法度的时阵啊，伊即个也做航空母舰监管了，无法度承载战斗机。苏联我不爱卖伊，伊上好甲伊上好不爱卖伊啊，谁来不爱卖伊？因为米格33啊，伊甲 copy 啦 ，copy 了变做歼15啦。比如讲啊，这个苏联讲啊，你好小，你好小子啊，你甲 copy， 啊，佫声称讲是你做的，当然伊嘛不爱卖伊。啊，若不爱卖伊，迄只航空母舰会翘起来啦。第二点，伊无引进呢，到今日为止。迄只航空母舰的演技还阁还袂到呢，伊每一班若要出来，啊，都爱用头前一只拖船呢，安尼叫航空母舰吗？航空母舰毋是遐简单呐、啊，各位啊，伊用航空母舰是伫骗啥？骗咱台湾人，骗东南亚遐个人啊。所以你着爱了解航空母舰迄只，我老早有伫只宣布过。2018年的疫情，迄只航空母舰无法度叮当啦。啊，若要会当叮当啊，吼，要是伊啊开的钱足侪啦。我相信啊，中国佫开落去吼，会甲苏联同款会解体啦。大家讲美国欠中国足侪钱，这敢属实？各位，所谓国债外债，迄敢真正债？那款债是啥物债？你敢知影？迄是基底币的债。全世界的贸易拄啊开始是以货易货，即摆以货易货了，才发展讲哦，国家有黄金存底，啊，只黄金你有偌济，你当印多少钞票？1970年的时候，尼克森啊，头脑啊真好，以这个黄金啊，甲货币啊，甲脱钩。我没有黄金，可是我照样可以印美金。安尼开始啊，美金就印的啊，啊就全世界今麦开始在用。啊，今麦中国卖物件，啊卖物件，美国付美金，这个不是真正付美金的，基底币的。啊，今麦愈记愈多，对不对？啊，记到尾安怎？我跟你讲，这我讲一个例给你听啦。我若欠你100万，我唔对，我的错。但是我若欠你1亿，你的错。是安怎讲？我欠你100万是我的错，可是如果我欠你1亿的时候是你的错，你听有意思吧？你若听无，我阁甲你讲一个例，互你听。即马中国的外汇啊，迄、那个国券啊。要搁伫买呢？要搁你甲美国买呢？美国每一摆啊印国迄个债券的时阵，拢通知中国。哎，今年你买买偌济？去年啊，中国上届有勇气，伊讲我爱甲你买啊，我甲你买遐济钱，啊你若倒去要安怎？美国派一个副总统讲，我袂倒啦，嘴讲的。啊，即摆中国讲我爱甲你买啊，就去年啊，去年的时阵，美国搁发行。国债，中国我不买。财政部长讲的，隔两天，美国的财政部长讲啥？哦，中国你不买啊，没有关系，我自己买。美国伊要家己买啦。过几日工，还未到一天呢，中国马上发报告，我给你买，我给你买。有真奇怪哇！啊，是安那那中国讲，我家己买，我家己买。佮拜托讲爱卖予中国呢？为什么？你嘛小心诶，头脑小小，脑筋动一动啊！美国讲伊要家己买，爱买用啥物买？印彩钞票嘛！我若印愈济，人民币啊，哎、欸，那美金啊，贬值嘛！伊所有诶遐国债、遐啥物啥物债务啊，10块存9块啊，无爱家己买，所以即卖中国啊，已经互美国人啊，即、這个皮啊，甲卷掉咧，袂行伊啦，要行啥？啊！伊讲，啊，无你用台湾来换，有啊，有一个这样咧讲嘛，各位啊，台湾上个，哦，别讲美国个，啥物啦？日本嘛唔对，日本天皇个啦，拜托拜托，恁吼，恁安尼听课拢全听着全无伊呢？日本天皇个啦，啊，日本天皇个，干那啥物呢？干那我甲你讲，
我总统府迄个台湾的迄个一间总统府啊，我来卖乎你啦，我要卖乎你，啊要卖你100万啦，你要卖无？要卖无？是安奈袂？我都唔是我的嘛，你若摕钱花，你就戆，我甲你讲，这款的代志吼，你要用你的脑筋去想啦。学者讲啊，中国用迄个什么美国欠伊钱的部分哦抵消，啊来去将这个啊做。啊，换台湾，唔是你的物件要共换，是要安怎换啦？啊，你听有无？所以迄种的论，迄种的话啊，迄绝对不可信呐、啊。所以现主席咱咧看报纸，真正有诶讲啊，我眼见为凭。各位，恁捌看魔术大观无？变魔术，你捌看无？捌无？我即摆大家拢唔敢应诶啊！捌啦，恁拢捌看的啦。啊！我即摆手空空，后壁一个我变一个手巾啊，变啥物物件？眼见为凭，眼见啊，不可为凭啦、啊。所以今日我甲你讲，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地，你若甲我讲啊，我没有看到美军，你错了。国际法唔是讲你没有看到美军，啊就没有美军呢？啊，我唔相信你即摆随坐飞机，啊是坐迄个铁路去。去迄个台东的长滨去看卖啊，底下去冲浪诶，然后小平头头毛剃甲遮悬啊，剩一块安尼，海军陆战队啊，2000名呢，已经伫台湾啦，眼见为凭啊。啊，所以你到今日为止，因为你敢若看报纸，甚至有个人讲啊，台湾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啊！这个、台湾民政府哦，会成功哦。有人甲你讲哦，还无准算啦，报纸啦无写都无准算啦。报纸会写无？绝对袂写。是安怎？伊为何中华民国嘛？咱民政府是要甲取代中华民国呢？但是你要取代中华民国，咱唔甲中华民国为敌哦。会记哩哦。你唔通讲我安尼讲哦。哦，我明仔开始我税金袂缴。你家己倒霉啊！我先跟你讲哦，咱坐到遮就好啊。啥物人会将中华民国替咱个处置、甲硬掉？美国嘛，伊是美国的军事政府啦 ，USMG 啦。美国的军事政府一定爱替咱将中华民国甲硬掉。为什么？咱用国的啊，咱免武装来叛变呢，咱免用迄个武力呢。啊，大家讲啊，我台湾人唔通老的。啊！你着民政府哦，去接政权啊，台湾会老火。你家问一句话，你要老火无？那讲迄句话，你家问讲你要老火无？伊绝对讲袂。啊！你若袂，台湾所有人拢袂老火。遮简单的理论嘛，会老火无？绝对袂老火。民政府接落去，今日接，明仔载赶快生活。只不过是现主席。第一，政府内底行政官员，咱要甲换掉。美国甲我问讲：“啊，你有人吗？你们准备好了吗？”特别讲哦，我拢答不出来。我们准备好了吗？还没有啊，因为安那，咱的民政府下骹六个州的州是已经好啊，但是州国过的准 city 甲 county 这个部分啊，还袂好啦。啊、所以有人讲吼，啊，你叫美国钱先给你，除了讲美国头壳歹，你还未整理好，我哪就爱钱给你。美国有一个重建基金，迄当阵，伫差不多1946年，啊，咪1952年的时阵啊，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的时阵啊，有要给咱啊。迄当阵2亿我单行去申请的，伫我的台湾最终地位第三本内底迄。英文的部分啊，迄机密档案咱有摕到，啊，有印伫遐啦。迄个重建基金是2亿5千，落尾啊，敢若一个啥物4元啦、啊，4块啦、啊，含迄尾数都有呢。2亿5千万，美国的会计制度每七年打无一摆，每七年打无一摆，甲即马400几亿，有啦，有这个钱啦、啊。但是这个钱，美国嘛讲，恁会当来请啊。咱嘛准备要签啊，俺嘛已经写啊。问题是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阿伯啊，所以咱要要求咱的所有学员，咱来做的代志有够多呢。咱的学员一方面，爱大家人爱了解台湾的地位，你唔通甲美国有一天在谈判的时阵啊，你坐落去讲哦，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对啊。上面人有破功，你知唔啦？谢长廷啊，谢长廷当时去美国访问的时阵，要选总统的时阵啊，因遐人甲谢长廷 interview 的时阵啊，谢长廷啊，第一句话就是讲这句话啦：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阮所有台湾人拢要家己要建国。美国拢无甲应话哦，但是美国事后，因为迄阵咱已经过美国嘛，美国因2008年嘛。咱2006年的10月2日是过美国，半年后啊，美国开始各单位来含咱在协商呢。你像我奇怪，你乃不爱支持谢长廷迄个时阵啊，原来是因甲我讲一句话，讲我们对谢长廷先生我们不信任。这个、谢长廷跟我真好哦，熟家真好哦，我随去找。我你有去美国访问？迄当阵有7-8个人，含你伫一间房间内底，甲你 interview 无？用你内在，我美国甲我讲个，我美国甲我讲哦，他们对你不信任。谢长廷嘛错一条呢？为什么对谢长廷不信任？我再甲讲，我你有甲美国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无？有啊，我拜托诶，台湾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啦，免咱主权独立的国家。伊嘛惊，伊甲我讲安尼变安怎？我简单，你为迄个时阵开始竞选的时阵啊，你卖阁讲独立，你干那讲要建国就好。其实讲建国嘛不对，你知不知？真正是啥？爱自治啦，台湾爱家己管家己，想爱管家己该管家己。你袂记得我头先甲你讲啊，台湾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还佫是上下日本天皇啊。我讲日本天皇的遐，你唔知听有意思无？法律你敢知啊？啊，无你即马讲日本天皇，你用用巴呢？我啊，想到日本天皇遐，你袂记得啊？我佫甲你讲一摆，你会记得哦。所以甲你讲爱看伊本册，你不爱听。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内底讲啊真清楚，大清帝国的大皇帝和日本帝国的大皇帝就是天皇啦，签订了合同。伊第二条，伊将台湾甲台湾的周围的群岛啊、附属岛屿啊、和澎湖啊，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啦。你莫甲人拍过客哦无？那我甲你拍客哦，讲这间厝要予你，要卖予你，啊，过户完成，这间厝的所有权是变作你的时阵啊，敢有可能讲客户和你拍，但是这个名用你的后生还是用别人，敢会安尼？不会嘛，啊，说真清楚嘛，台湾这个土地已经变作啥？日本天皇的嘛，日本天皇的所有财产呢？这是皇帝的制度的国家呢？啊！那日本天皇，因为日本这个国家是二元制，二元制就是有天皇，下骹有首相，啊，首相就是用选的，哦，有参议院，有众议院，选出来以后去甲天皇报告讲，啊，即马我已经做首相啊，啊，是不是在管理权，我首相来给我呢？日本的首相都要去天皇皇宫，甲日本天皇报告。啊！天皇点头，讲 yes， 好哩。安尼伊才能当就职呢。啊，那安尼就知影意思啊。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投降。1951年9月7日，签《旧金山和平条约》。1952年4月28日生效。第二条，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
权利甲权利力量的力，啊，搁一个权利利益的力，甲 claim 就是迄个主张。这個、三个物件叫做啥？叫做 right of sovereignty 主权权利。同款、這個，这条哦，你去甲看1947年2月2日。一个意大利合约，意大利我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嘛，赶快第23条来对，一下意大利 renounce all right and title to 索马利亚，欠一字呢？您看这个23条，这个所在啊，你甲注意看，各位，这是国际法哦，无人读到这详细啦。那是只有我这个戆人去读而已，但是你读读的，我跟你说，所有读国际都给你挖倒的，你看看，这有啊， All right and title 旧金山和平条，日本放弃的东西，还有一个东西什么 claim， 那个浙江和平条给出来，你看，注意哦，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放弃三项，有没有？行啊，为什么赶快去放弃？行啊，意大利放弃两项啊，第三个造一堆，这是因为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台湾不是已经1945年4月1日天皇诏书实施以后，台湾已经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啊，已经变成耶稣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了，不能挂了，建经书也不能挂了。但是因为波茨坦宣言，那些国家是说你日本这么强，你一定要将台湾给丢掉，不要再合并在一起，才有这个 claim， 这个 claim 叫做主张。因此国亲要说较亲的，你不一定听有的，但是看这两条你就知道意思，台湾已经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索马利亚既不过是意大利的殖民地。你今天在时候你只读到这点足足有余了，这不你开始会知道日俗美战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是怎样到今天为止日本人日本的天皇要够台湾的所有权，这就是美国。我伫告美国的时候，美国出来讲哦，我们没有台湾的主权。他们讲迄当人告的时候，美国的律师回答这点哦，我想足久的呢。嘿，你我你甲见面，你乃无主权哦，主权跟管理权是不一样的。所以台湾的主权，唔是伫美国人的身躯顶。原来是啥？日本天皇。日本天皇知无？伊知影。但是因为日本的宪法，马卡萨甲编的迄个和平宪法，已经予日本天皇不可以表态，所以才会安排这边12月23日日本天皇的生日来甲伊道贺。道贺，敢干那安尼尔？唔是啦。咱有目的个啦，咱个政治目的伫底，要予日本天皇挥挥手啦。挥挥手，咱即马甲写，你甲看咱即个天皇陛下的即个祝寿团有啊？咱有写一张批予日本天皇，即、這个批予日本天皇，甲伊讲啥？伊毋免讲 yes or no 啦，他挥挥手表示日本天皇同意。台湾要自治啦，因为收到啊吼，收到，咱要个日本天皇甲你挥挥手，那个你不要看他那个挥挥手呢，日本天皇本来怕病，你知不知？出来啊呢，是安怎？咱要去啊，伊袂当无出来呢。你无出来，你无挥挥手，我咩呐？我怎么烦恼呢？迄个靖国神社的台湾的英灵39100名，保庇咱啊！
迄天日本天皇一定出来，十点半出来，挥挥手，翕着相，送给咱家己呾，其实美国教的啦。所以美国在做导演呢，伊讲我讲哎、日本天皇，你若讲咧，你个天皇迄、那个日本的宪法，讲日本天皇袂当讲话，啊袂当讲话，啊我免啊讲。其实我跟你讲，这边因四个哈，因四个去日本啊，有一个重要的人啊。咱记有着嘞，唔是干那记有着嘞，佮请咱四个民政会代表去引导呢。日本人呐叫你去引导哦，嘿，意义是不一样呢。你唔相信哦？咱只咱有，哦，咱即马唔是干那迄个退上吼，唔是第一名，伊即马变退了第二名啦。即马赵先生第一名啦，86岁嘛吼，啊，徛好大家看一下，佮拍手一下。喂，非常勇呢，卡到嗰啲拍滚呢，我讲，嘿，啊，即马拍摄吼，退上即马变第二名啦，嘿，啊，我大家看一下啦，伊即马变第二名啦，可以啊，所以有当想想的吼，台湾人嘛足趣味的呢，台湾人唔知咱家己啥物人，啊，都爱美国教，啊，美国唔爱甲你教呢。美国刚送你两张相片，你就回去想啊。两张相片送来吼，咱拄啊开始研究是研究讲台湾这块土地是美国的军事政府占领，但是过过吼，这个突破就非常的困难了。啊，即摆已经突破啊。啊，所以呢，过过我刚开始写吼，啊，台湾的未来要安怎？你若自治的时阵，要安怎创？各位，我听你讲呢。咱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啥物款的关系？无关系，伊是伊甲咱的敌人，唔是的。共产党捌台台湾人无？唔捌。台湾人是啥物人？中国国民党。啊，你看中国国民党有厉害无？甲你教教吼，万恶的共匪。啊，即马大家若去中国吼，看到。阿强啊，吼，大家都惊噶，迄心里面啊，从细汉，互伊吓到真正大汉啦。我会记我头一摆去中国看遐人哦，我嘛会喘呢。落飞机哦，啊，佮因咧穿迄个军，迄款军衫，迄款型，迄个甲咱伫台湾看迄个画的拢同款啊。虽然伊面带笑容，我也看了会惊呢。教育的关系啦，从细汉就惊共产党啦。啊！但是共产党嘛，真正是真可恶的人诶。这无啊，中国的宪法没有私有财产，所以你甲看吼，中国前十名每年的前十名的人吼，每年在换呐，上无换七个。因为安那，伊无私有财产，所有的钱拢是啥公家的啦。我老早有讲一个话嘛，因为迄当阵拄啊，你讲的时阵报纸。真大批嘛，有一个中国人叫做什么大 S 啦，叫迄边哦富豪啦，有啊，吼讲因妈妈偌有钱哦，我就了头讲个，迄个有钱拢是迄种公家个，公家出的钱，公家互伊表现讲伊敢若真有钱，其实迄种是公家的。我讲迄款结婚绝对无偌久啦，报纸敢若有开始有味道出来。不是我咧甲唱衰啦，但事实个啊。但是中国人甲中国人，迄是因兜个代志，咱无爱甲管。我今日管的是咱，你中国人，我甲中国人已经讲过，因为每一摆咱即个上课，中国人拢有咧甲咱看。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无台湾台湾人，你毋免甲我为敌。但是你若即马要对我台湾人不好。哎，这边讲哦，我这个非但不是对你啊，我是对中华民国啊，啊，就对中华民国呢拍来去，干我迄个庆忌，干我讲对一个人是中华民国的人，会拍流弹呢。所以我有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讲，恁这个非但你要撤，伊更讲就讲阿爸中华民国，啊，这嘛真好呢，埃克法伊签对不对？埃克法。在当时签的，
去年六月二号签的有啊，六月三十迄一天啊，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船啊，都到左营嘞。一天尔，新闻一天尔 ，TVBS 报一摆尔，啊就点名，是安怎？所有的中华民国这些媒体，拢无爱予咱知影美国的消息。埃克法签的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和解，他们可以回去了。哎，这个拍破啊！啊，无你别闹了啊！中华民国，你要闹了吗？要闹啊！对嘛，所以你拍破是对的嘛。因为伊埃克法生效，美国人的军队就入来台湾，离开台湾36年入来台湾了。第一只，啊，搁这边11月30日前几工啊，尔，搁甲咱邀请台湾民政府派人去参加因的宴会，啊，搁讨论。喂，台湾65年来啊，你敢捌拄着这款的情形？中华民国不是讲他们都没有办法参加国际组织有无？现在那军方的组织呢，我们可以参加呢，现在是海军对不对？我给你保证半年内会参加空军，再半年内会参加陆军、啊、我们的陆军在哪里？我们的陆军在哪里？免陆军啊，我跟你说过你都不会记得，美国你给我占领你就要派兵来呢，他要站卫兵啊，所以为着要让他来站卫兵，咱的中央会馆，甲起一个卫兵的岗哨，起甲真水啊！你应该有看嘛？伊要来站啦！啊，恁不一定相信嘛，对不对？敢若亲像讲，我伫网顶讲，咱要去参加美日军事同盟的会议。哦，要是哦，遐通派，大家甲咱笑个呢，啊，甚至有人咒诅呢，啊，你若挂会着这个第七舰队苏联哦，啊，我要自杀嘞，遐通派啊，啊，即摆呐，我就歪讲，所以十一月三十去参加，我迄个新闻哦，暗时7:30是日本的8:30，我7:30准时我就去发布啊。但是发布的时候我没相片啊，啊，他们就又说啊，哦，有照片为证，没关系，其实我心里有数嘛，我哪不知道要有照片为证，啊，眼见为凭，对啦，啊，还过半天，我就把它打出来，我们的网站就把它打出来，但现在打出来，哦，我没打那个第七舰队的司令官啊，也没打那个华盛顿航空母舰的 captain 啊，啊，遐苏联官我拢无打，甲打落，遐臭屁都我讲啊，啊，迄个做民政委乌白创的啦，过过半天，一张的军方的相片拢甲打出来，含咱人徛做伙的相片拢甲打出来，啊，对面人家讲啊，你要切腹自杀啦，啊，伊敢袂切腹，绝对袂啦，哦，哈哈哈，嗯，哎，有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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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啊，所以我摕这张帽仔来，这张帽仔来，这张是啥物帽仔？你了看无？会啦，我是。这张帽仔是为着啊，我家己绣的啦。这张帽仔就是华盛顿号航空母舰的 Captain 送给咱四个参加的人。一人一顶，啊！这我家己收嘛吼，啊！搁摕一个物件互你看，你有看无？这足重的呢！你当然，我等下为遮传，但你也甲传倒转来哈。你若传袂啊？你来传倒转来好唔好？啊，那好，我转来互你去看好唔好？啊，好来。我大家看，哈、哦，这拢真的吧？这拢真的吧？各位，是咱
台湾人65年来头一次大突破，你来拍拍啊！喂，这有钱买袂到呢？不是讲你有钱，人就要让你参加呢 ？No， 开会我刚刚跟你讲一点的结论。咱下面开会以后啊，美国甲日本的军方要求，听好清楚哦。台湾民政府应该跟我们实质往来，这嘛要拍破啊！啊，我甲各位讲，哦，咱好消息不断呢。今年的立委，日本军方会来咱家访问，会带伫咱家，甲各位同款，我带伫中央会馆，你嘛要拍破啊！各位啊，台湾民政府啊，绝对是照脚步伫行，每一脚步拢踏甲足稳的。所以呢，一开始这个民政府啊，成立的时阵啊，外口嘛有真人咧讲，讲哦，啊，这个 radio 你讲的吼，拢讲超过啦。我感觉我讲了拢无够咧，因为咱照法律伫行。全世界不管什么人要跟我们动都动我们不了，我们现在现在是有过三个官司。第一，我们过美国的国防部跟美国的总统停止明年的1月14的选举，同时宣布这个选举是无效的。你美国跟我说台湾人不可以公投，因为是怎样不可以公投？因为台湾人和那些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两种人在台湾嘛，所以不可以公投嘛。啊嘛，同款，恁即摆你选什么总统？那会当用中华民国的宪法来叫我台湾人去投票？啊，那安尼，你叫西藏伫印度去选伊西藏的总统，我看卖啊。西藏那袂当的，啊，台湾嘛袂使伫遮选流亡中华民国总统，你讲对不对？你讲啊，真大声啦！遮刷了，等于你就阁袂记哩啊！我唔，你甲看，我甲你讲有影，无影啦。后摆民政府啦，执政的时阵吼，我叫伊去调迄个户口去甲看吼。迄天啦去偷邓票的吼，我甲你笑。当我唔是讲你袂当去邓啊，安怎讲呢？我知影你冇压力啦吼，啊亲情五十啦，甲你拜托啦。啊，迄你啥物人呢？啊，人咱家送一斤地米尔，你歹共邓。所以吼，我若想起来吼，啊，有诶讲诶，啊，人爱拼经济啦，爱互去断啦，所以有当拄着即款诶，我嘛是很脆弱呢吼。有当互人安尼讲讲啊，了我嘛毋知要安怎讲。哦，啊，若讲伤侪，去互牵石头呢吼。啊，所以有当想想啊，个人若作业吼，家己担啦，对毋对？你若去做迄个业吼，就是互台湾人吼，性命搁较短啦，啊，艰苦搁较侪啦。啊，所以要等无要等，你家己决定啦。好，一个。啊，剩下要等了。无啦，我是安尼啦，咱即摆真正讲吼，咱是不爱互选啦。吼、哦，这个选举吼，无效啦，啊，要互伊停止选举啦。啊，即摆伊甲过。第二个告诉啊，等下再拍啦。第二个告诉，第二告啥？美国国务院啦。当年琉球的人，美国托管，那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条，交予联合国托管，啊，联合国交予美国托管。伊托管的时阵，美国军事政府成立，了后美国的军事政府成立琉球民政府，啊，琉球民政府成立以后，才阁变作琉球的政府，啊，这个中间迄袂破外紧，迄重的。不卡唔通去讲着就好影啦。这个琉球吼，琉球的人，迄当阵伫美国的军事政府管理的时阵啊，伊若要出国，伊爱安怎？美国的军事政府发一个护照给伊，美国军事政府的护照，迄护照伫咱的网上啊，咱的台湾民政府的官网上面有。我甲国务院讲，你嘛同款爱发给咱。
啊，即马美国的军事政府甲咱答应啥？伊讲安尼啦，互恁去发护照，发身份证。所以咱只写迄个公民身份证，诶，公民权利法案。波多黎各的人，伊若要入去美国，爱护照无？不用。伊爱啥物物件？身份证。所以迄份身份证，美国的国安局甲我答应，伊讲可以不用护照来入美国，但是啥物时阵会死，在很短的时间。所以你若一月份你摕到这1000分的身份证的时阵，你先不要动，不要急着讲哦，马上就要去，哦，不要动，因为啥啦？咱都要等美国。等下，等下，我给你去啦。哈哈哈哈哈，卖无去啦。哎，对啦，伊也翕你啦。我相信啦，着你，你嘛赶快安尼翕啦，因为那个很难得看得到嘛，吼。啊，美国的，迄个日本的军，太平洋这办法头一摆看的，哦，我也是头一次啦。因为这个军事啊，日本甲美国的这个军事啊，离开咱未输敢那足远的，吼，啊，好不容易吼。其实还有很多消息，我因为这电视在转播，我不能黑白说，但是如果有实话我再跟你们说，我前天要跟你们说，我也觉得有的，但是我不能说，因为这中国也在监看，大家都在看，关五分钟，我那天我就是说关五分钟，我忘记跟他关，害我说一句话，我说要去参加这个美日军事同盟的会议，没大没小都漏漏出来了，所以我现在我即马算较巧啊啦，哦，即马卖讲啦，后摆私下来问我再甲您讲啦，安尼好唔好？啊，你若袂记得问是你的代志哦，啊啊。上面中国字，我唔知咧，我无看到中国字咧。迄是日本的字啦，迄日本啦，日本是换用汉字啦，嘿。来来来，那卖我时间我今日还佫40分钟尔。你要听嘛，对不对？所以分析的分哦，卖家差哈。来，我即马这个就先讲到这啦。我即马爱讲一寡法律啦，嘿。台湾这个法律到底是安怎演变到今日？这个台湾建国哈，你甲想看卖啊？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宣布诏书，当时法令第34号。1941年，这个诏书。和台湾人参政权跟参战权，有这个参战权，台湾人就变作日本的国民跟公民。这个参战权变作公民跟国民，参政权就是台湾人已经是变作跟日本人有同样的地位。所以有同样的地位，台湾这个土地在1945年4月7日以后，台湾这个土地就不能用挂给人了。啊，有的人讲呢，1945年4月7日，甲1945年8月15日投降，相差4个月、4个半月尔，安尼敢有准算？我嘛讲真简单啦，你甲恁某，还是你甲恁翁结婚，今日结婚，今日已经登记好啊，安尼有准算无？你明仔载要离婚，敢袂讲啊，阮昨个结婚无准算，敢袂使？恁某一定甲你扒落，太不准算，登记也都有准算嘛，对不对？同款啊，4月7日公布啊，准算。啊，伊讲啊，阮全世界拢唔知影，干那你日本、你台湾知影尔，歹势吼。迄是国内法吼，国内法若公布，诏书若公布吼，全世界都一定爱甲你承认啦，一定要承认你。迄是属于万国公法内底物件啦。啊，即摆即块土地变作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以后。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7日，签投降诏书，投降书了。这个、投降书签落去，当时马卡萨迄天伊规定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这个、一般命令第一号，啥物人批准的？杜鲁门啊，由麦克阿瑟宣布。其中的第二条，指定蒋介石来台湾接受日军的投降。导航两字啊，没有代表什么意思。重要是，什么人是征服者，
各位，所谓的征服者呢，用较简单的话讲，什么是战胜者啦？但是国际法内底啊，战争法内底没有战胜跟战输啦，打败没有 ，win 跟 lose 没有这两个字，干那有征服者 conquer， 征服以后，征服以后就取得占领权。所以我常咧甲恁讲，迄当阵什么人轰炸台湾？美国。所以唯一会当来占领台湾，什么人讲话算话？美国。这是战争法的规定啊，万国公法规定啊。所以咱台湾有真济哦，无读这方面的哦，都啥咧学别讲哦。日本迄当阵是用同盟国打败，不对，同盟国没有军队，干那什么人有军队？美国有军队，英国有军队，什么样国家给你打败的？那个国家有征服权，征服者了才有占领权。美国打败日本唯一，所以美国有这块土地，台湾这块土地占领权，但是占领不得移转主权，非常重要，因为不能移转主权，所以中华民国入来台湾以后，袂当叫咱做兵，因为你若做兵，就爱这个做兵就是爱去效忠中华民国啊，袂当做兵，所以咱唔免效忠中华民国呢。伫当时袂当甲咱改变咱的语言，迄阵咱是讲台湾话甲日本话啊，袂当甲咱讲，咱袂当讲，迄是改变主权呢，占领不移转主权啊，这是各位一定爱了解。啊，占领不可以移转主权，还有很多事情呢。缴税，喂，你不是我的国家，我哪要缴税给你？不对啊，联邦税不用去缴呢，啊，竟然不用缴，啊，所以现在中华民国去跟美国买武器，什么人拿钱？台湾人拿钱啊，欺负处理呢？啊，他不是说他炸多少黄金吗？中华民国有足济黄金的吗？用黄金去卖嘛？根本是甲你骗的啊！是咱伫纳钱呢？我讲到这，我都讲到纳钱，我都足有兴趣的。啊，这边的选举啊，中华民国的总统选举，伊若第几票啊？咱台湾人都爱花钱呢，一票几块？50块呢？台湾人是足戆的啦，是真足戆的啦！行路工行几步去甲当票，啊，就搁摕50块给伊。全世界无这种的法律啦，全世界拢无。我甲美国讲，美国嘛不爱相信呢。美国哪有迄个代志？我拜托你甲我查看麦啊。蔡英文这边啊，摕400万、500万票啊，啊50块偌济，2亿5000万呢。对，我嘛要算。你叫伊卖算，伊讲我要算啊。伊甲你讲啊，你我爱台湾啊，其实爱那个2亿5000万啊。各位，你知影迄无合理无？你若讲今日民政府来质证，民政府投票的时阵一定甲你讲，互你行路工，你当一票，佫互你500块现领，你不爱拍破啊吗？破啊声无大呢，可见大家拢不爱领就对啦吼。后摆我会记来的。哦，之前讲了干啥？各位啊，大家巧咧啦！中华民国，你甲咱，你甲咱毁了，你甲咱糟蹋，你甲拢唔知影，真正是吼，去互伊卖去吼，佫可以算钱啦。这正讲的，我无咧骗啦。战争我甲你讲，你台湾免买武器。啊，美国真金刚巧呢，伊写一个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来用比较 provide， 什么叫 provide？make available 这两字什么意思？武器吼。因为照战争法来讲，未当未予咱武器，但是呢，伊会甲你开一张菜单，你家己去鸟。你甲注意看哦，报纸拢是安尼写呢。啊，你中华民国予你家己拣，其实你讲中华民国要拣，敢袂使？袂使，伊甲你指定好啊，你爱鸟这条，你爱鸟那条。迄叫做 provide， make available， 即 make available 等于 sell， 卖啦。其实啊，伊伫卖予中华民国，咱台湾人伫纳钱啦，全世界是无即种的啦。啊，大家纳钱嘛，大家真欢喜呢。大家讲保卫国家呢。啊，奇怪，你美国讲我不是国家，啊，那是你保卫什么？
对咱台湾有真济足无合理的代志，但是咱台湾拢唔知影啦。台湾关系法内底讲的台湾人是啥物人？是英语安怎写？你敢知啊？你敢知？我跟你讲 ，The people on Taiwan。啊，佫有哦，上海公布旧金山和平条约，三个公报顶管写的台湾人是啥物话？你知唔知？The people of Taiwan. The people of Taiwan 翻译做汉文是什么？台湾人，对不对？诶，靠，好大呢啦！ The people of Taiwan 就台湾人啊，啊 ，The people on Taiwan 嘛是啥？台湾人啊，啊，两种的台湾人呢，其实无同啊。The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本土台湾人。The people on Taiwan 就是住伫台湾这块土地的台湾人，这块土地的台湾人是啥？就是本土台湾人加上伫台湾流亡的中国人。啊，这个台湾关系法是你讲住伫这块土地顶管的台湾人 ，The people on Taiwan， 所以台湾关系法爱取消。你不一定听有，我再讲你才听有。取消要安怎？等于旧金山和平条约。你都没什么条约啦，你就等于我甲等于旧金山和平条，旧金山和平条48个国家批准的，51个国家签的。啊，你讲今麦全世界194个国家，51个国家无算啦。迄个时阵啊，全世界啊的国家无超过55个啦，拢是新的国家啦，几百个讲拢是新的啦。所以是当阵真正国家，伫这个旧金山和平条去签的时阵，占90%以上的国家啦。啊，旧金山和平条约会修改无？未使修改，不准修改啦。啊，所以台湾的地位安那？那内行的，我要跟你讲，就是讲台湾地位已定，不是未定。已定什么物件？日苏美战呐。即摆咱今日你争取的是啥？那你甲美国争取就讲，你甲等于就是咱和平条约。我跟你讲哦，我过美国的时阵呐。过到高等法院的时候，辩论庭啊，偌趣味呢！法官当场问国务院的律师，伊甲讲啥？伊讲：“那我问一个问题，《旧金山和平条约》在我们美国是不是已经失效？”哈佛大学毕业的律师啊，查某的，伊唔知要怎回答。法官又改回答，我来替你回答好了。旧金山和平条约到今天还没有失效，美国应该行政单位要按照旧金山和平条约去做。所以罗贝尔判决四点的决定：第一，本土台湾人不是无国籍；第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身份的政府；第三，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的联合；第四。美国的行政单位爱帮忙台湾人，才比过四点清清楚楚啊！所以今日咱阁继续伫告美国，就是要甲美国讲，你什么条约、什么台湾关系，拢甲取消掉，你甲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来做。问题是，即马台湾人已经讲我是中国人去啊！伊甲你讲讲，甲伊找讲，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你有听过这句话无？有无？你不相信？你等下拄着何瑞言了，你甲讲，你是英国人，也是美国人。伊若无甲你扒嘞，我随在你。你是起笑哟？我的美国人就是美国人，那英国人。全世界无人安尼讲的啦。我是台湾人，啊，我嘛是中国人。干阿妈研究怎么甲你骗啊？证明中华民国，简称台湾。嘿嘿，这骗子是台湾足搞的呢，啊，台湾人听无呢？刚才我跟你讲啊，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他没讲哦，咱长有1/3牙手呢。我若再问一摆，你的牙手无？没啊啦，对不对？真简单嘛吼，我若无讲破，你唔知嘛。啊，甲你讲破，你就最清楚啊！台湾唔是台湾人的台湾啊！你无啥所有权啊！
你唔能叫是讲你生伫遮，即块土地拢你个呢 ？No， 即块土地人原来有呢。啊，若要讲较深的啦吼，上帝呢？所以有真侪科学家到最后拢啥相信上帝，有足侪代志你拢想不出理由啊！啊，干脆啊归纳到上帝啊、神爷啦。我早嘛甲各位讲，台湾人无国籍，日本天皇的国籍是日本天皇的国籍是什么？什么？无国籍嘛？为什么？哎，不，你别这样跟他讲没有国籍，让人家问讲哦，为什么？因为日本天皇没有效忠的对象，效忠的对象就是你的国籍啦。所以咱台湾人无国籍，咱台湾人效忠的对象是谁？没有，所以台湾人没有国籍啦。这国际法来的，但是世界人权公约内底十五条之一，甲十五条之二内底讲啥？全世界所有的人拢爱有籍，全世界所有的人的国籍不可以被其他单位甲取消，国家讲甲取消你的国籍 ，no， 未使嘞，人权公约啦。所以日本政府在1952年的这个二月。旧金山和平条还未生效以前，经过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讲按照旧金山和平条约啊，所有的台湾人的国籍被取消了。咱要搁来告日本啊，但是日本有派人来讲啦，我卖甲告啦，协商啦，我协商会使的啊。但是你若要花协商吼，我民政府就要派三个参议员、五个众议员的。法律34条啊，日本政府公布的呢。日本外务省派人来的时候，我摕我看嘞。我讲啊，这份天我看天皇诏书啦。我讲这份有效无？日本的天皇伊那伫顶管有效。我搁摕法律第34条，这份有效无？日本天皇，我你也别讲了，你就有了。日本天皇伊那伫顶管有效啊？你解释啊，我跟你讲。所以这边吼，咱要去日本吼，百几个吼，当日本政府惊到啦吼。啊，但是呢，真重要一点是啥？咱是黄鼠狼呢，要甲鸡拜年呢。伊若无简单，咱甲食掉。我甲你讲，啊，若真正讲吼，照法律吼，互咱派三个参议员、五个众议员吼，总有一关吼，台湾人会变作日本的总理。啊，有什么奇怪哦？没有奇怪啊，只不过讲，即摆还佮美国见面，咱会即摆去甲天龙佮讲讲啊，我甲美国讲啊，咱天龙同意啊呢。吼，啊你美国甲见面，我互你见面无要紧啊，因为伊来甲你保护嘛，啊保护咱迄个所有机场拢做伊嘛，咱收钱嘛，啊台湾人拢免做工课啊，我甲你讲，足赞诶！啊，伊人叫你讲来建工，你袂无？你绝对无爱，我无爱骗啊。台湾人是头脑很好，但是好到过头的。所以咱民政府拢总照法律去行，无一条不是照法律用感情，没有，从来没有。所以咱一直在想讲，台湾民政府若接着政权，第一项爱做的什么嘛？嘛有咧思考呢？第一，咱有4000万啦吼，有4000个。啊，咱要接到政权，卡实讲啦，我甲你考啊。那咱今日你接到政权，你要做第一项要做啥？你要做啥？要做啥？哦，媒体啥？哎，这答案之一啦。啊，佫要做啥？啊，你媒体要哪样接管？爱甲买吗？哈？爱甲买吗？收归国呀！啊，你要甲共产党同款？我甲你讲啊，拢有方法啦，但即马袂讲啊。因为他们都会知道，你放心，如果台湾民政府接到政权，我们的总理很好，他有安排一个 SOP， 就是标准作业程序。当时在今年的这个做寒假还是暑假，他要安排高级行政班的训练，我们真的需要。
阿妈鼓励咱遮在座吼，拢会当来参加即款的训练。啊，无雄雄叫你去做，你会晓做无？你会晓做啊？绝对袂晓。但是你免烦恼，迄做官吼，毋是中国人拢会晓做官啦。我甲你讲，但是你个卖贪污吼，但是已经成功一半啦。啊，你若贪污吼，相比水。我无讲哦，你讲个哦。当然，咱民政府原来有一个政策啦，吼，就是用鞭刑啦。我不爱甲你关啦，我甲你关要创啊？我就爱阁甲你饲，啊，就爱叫叫迄个警察甲你顾。全世界无人遮戆个啦，做歹代志，你就阁甲饲，啊，就阁派卫兵甲顾。啊！伊若无烧水，都甲你解，无遐戆个啦！叫来判刑，可能判一年，判一年哦，十个鞭刑。卡假设说啦，啊，判五个鞭刑，甲判落去吼，差不多昏昏去啊啦。所以判五个都停，等于休困，食家己两个月好以后，过来，过五个过去。我甲你讲啦，鞭刑啦实施以后，台湾的治安啦好不无好三分之二以上啊，我才随在你啦，我给你鞭刑啦。新加坡有做统计啊，一个月内底本来有30件的迄个犯罪吼，鞭刑实施落去吼，喂，头一礼拜吼剩7件尔啦，啊，过来第二个月开始啊，剩2件尔啦。鞭刑无效，啊，无效的，哎，违反人权，哎。啊！你犯罪啊！我的人权伫倒，死刑甲鞭刑两项就好啊！你有赞成无？拍手！你莫投机取巧，你莫拍手，我拢知影意思啦。你是搞讲哦，我无无拍手啊！大多数通过就通过啦，你拢赞成？我每一期拢问诶，赞成鞭刑吗？大家拢拍手，拍到要嗨呢！我甲你讲吼。黑博什么人权不人权啊，阿拉伯也是用鞭刑，新加坡用鞭刑，新加坡要鞭刑美国总统出来抗议，你会记得吗？说他要打美国人，啊，新加坡有个打吗？打照打，当然照打，哪来民政府照打。我没跟你骗，我不相信治安不好啦，当然啦，每一个人要先让人有头路啦，哦，你我都无钱啊，我来拼钱啊，我去抢啊，所以爱先让大家人有头路，啊有厝好大，你有厝好大，啊有头路，薪水够4-5倍，各位，你也着贪污要创啥？啊，你犯罪要创啥？大家生活拢真好嘛，咱的农业绝对要改复苏啦，咱的总理，甲即摆过去做新的，不过伊哦定定去刮家己的手啦，刮着家己的手。足可怜，我讲，台湾咱教务长讲啊，啊后摆爱禁止总理哦，阁继续做事啦啦，含手都要挂起来，唔通安尼来。无咱听人讲吼，咱这个总理真好，出事吼，家庭无好，但是呢，足打拼。这点我是较唔敢讲啦吼，因为我坦白讲吼，我出事吼，因为我阿公、我阿祖吼有一点钱啦。啊、所以我无食过苦，所以每一摆来你讲者，我点点呢，因为我感觉讲，哎，即种诶食过苦，我实在讲无食过苦。但有啦，我迄当阵吼，我爸爸伫做迄个台南国小诶迄个校长诶时阵吼，啊，我迄阵还未读册嘛吼，我会记阮家敢若有饲2只羊仔啦，哦，啊，着放羊仔去食草啊吼，我敢若即世人捌做诶即个工课啦，啊，所以哦，我着是感觉讲吼。哎，若要讲到这吼，我有当很心虚啦。哦，不过呢，我是感觉讲吼，咱台湾人吼，若讲政府真好，政府真廉明，咱足清楚。我认为讲吼，袂当讲像今日安尼吼，好嘢足好嘢，跳一个舞3-4千万，郭台铭，吼啊散呢，一个月领无20000块，迄实是讲吼，愈来愈好嘢，啊愈散呢愈来愈散，尤其这个 TPP 啊。泛太平洋地区啊，要变成迄 TPA 范围啊，迄是讲比 ECFA 好啦，吼、哦，比迄自由贸易哦，迄若实施落去到底吼，
我国的台湾的农民啊，拢破产，变做高科技也好，工业产品，我认为工业产品袂吃哩啦。你若巴肚枵食电脑会使无？无可能嘛。所以我嘛是感觉讲吼，农业是很要紧的。啊，这是题外话了哈。即摆讲哇，即摆甲讲到迄个1945年八月十五投降。啊，九月初二一包面粮第一号。啊，1945年八月十五日本投降，九月初二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甲1951年的这个也做九月初八签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中间呐、啊，你来看卖啊，晾遐久，晾遐久，本来日本甲美国是敌对，到落尾变成啥同盟，本来是两个人无好，啊，落尾变成同盟。很奇怪哈，世间很奇怪哈。有记录的内底，杜勒斯去日本啊，去拜访天皇，有人讲十一拜啦，但是我有看到迄个记录是三拜尔啦，这三拜拢有记录。伊迄阵去拜访天皇的时阵哈，你听我甲你讲哦，迄记录内有写真趣味的代志哦。杜勒斯是写旧金山和平条约的人。是安怎？本来有一个波茨坦宣言，啊，波茨坦宣言的头前有一个开罗宣言，是安怎？就这个和平条约无去甲参考，其实有甲参考，有。啊，若有参考，是不是照道理，台湾爱交予中华民国？那照开罗宣言啊，有影爱交予中华民国，但是呢，1943年12月1号。那个开罗宣言的时阵啊，日本还没宣布1945年4月1号的天皇诏书，无定是因为这个开罗宣言，和日本的天皇啊较巧，因为日本人哦、啊、学国际法足多，啊足多内底，伊讲啊，若靠开罗宣言有讲这点，要将台湾交中华民国较紧的，你日本天皇较紧宣布诏书，啥物宣布法律第34号。因为天皇诏书实施了，在台湾这块土地实施，啊，做日本的宪法啦，安尼台湾这块土地啊，走未去啊。台湾这块土地走未去，所以和伊的开罗宣言变成冲突啦。这个冲突就讲，台湾这块土地未当交予中华民国。啊，好佳哉，这个蒋介石啊，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1943年12月7日要签这个开罗宣言的时阵啊。蒋介石在文书里面和英国跟美国说，他说如果台湾能够还给我中华民国的话，啊，我保证我们不会去侵略其他周边的国家。有这个弹书在里面，所以有这个弹书，1950年6月25号韩战爆发，杜鲁门6月27号宣布说第七舰队巡航台湾。迄个时阵，因为韩战爆发，和美国的杜鲁门、和美国的杜勒斯找到机会了。你讲迄个中国啊，违背诺言，你侵略韩国，不是干那违背诺言了？1950年12月，美国向联合国提出来讲，中国侵略韩国，投票通过。造成事实，中国侵略韩国，啊！你中国已经侵略韩国，是不是违反开罗宣言？当然是违反开罗宣言啦，不是讲开罗宣言有签字无签字啦，那不是理由啦。国际法的内底，这个开罗宣言，你只啊握手，三个领导人握手遵守。所以你也知影呢，你跟美国人哦，要凊彩握手是不要乱按，随便的握手呢。嘿，握手拢有意义呢，一握手无签字嘛遵守呢。因为开罗宣言本来是讲，你中华人民中共啊，你袂当侵略周边的国家，啊，你若侵略周边的国家，你就把开罗宣言啊毁约了嘛，你把中国先毁约了嘛。啊，迄阵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赶快1950年12月某个联合国讲，美国侵略。台湾呢，
中国的台湾，伊讲台湾是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嘞，这個、案呐没有通过。所以啊，啊美国讲我哪有甲你签约？我是占领啊，我是占领，我战争赢，我甲你占领啊。所以这个案在联合国啊搁置，无讨论了，取消啊，迄搁置取消了。啊，所以侵略韩国变成通过。证实你中国侵略韩国，侵略周边的国家，所以杜勒斯底下就今天和平条约的时候，当然唔免将台湾献给中国啦。真正理由伫遮啦，我这我有写文章，伫迄开罗宣言，伫12月1号，前几工啊俩，我有公布一篇文章，叫做《开罗真相》。迄篇文章真正足好，我无甲你骗。迄篇文章吼，我读有够久了，后才写一篇文章呢。那篇我感觉那是经典的，你也可以读看看。所有的原因，所有的理由，我都写在里面。你来去看，真厉害呢吼！那 PowerPoint 马上出来呢吼，这篇文章呢，开罗真相，我写12页嘞。啊，这篇文章所有的来龙去脉，拢拢在遮啦。这里面包括。什么开罗宣言为什么有效？为什么无效？啊，国际法的立场几对，清清楚楚了。当然有一部分，包括开罗宣言，因遐国家的机密档案拢伫内底。所以有真侪人讲奇怪呢吼，啊，你林志升你奈拢有法度写这物件？我甲你坦白啦吼，美国提供给我国家机密档案啦。啊，若无提供吼，我无遐熬啦。台湾这侪年吼。一直写不出对象，都没有档案，没有资料嘛，啊，就用哈用药的，用感情的，哦，台湾一定要独立啊，啊，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啊，类似这种的话啊，以后拢无遵守啊，所以呢，这就是要甲各位讲，今日因为我有甲各位讲吼，你上我两节课吼，你无都拢全部拢了解，啊，无都全盘了解。就爱拜托你哦，爱看册。我问过问下吼，迄本《新台湾论》有诶人请你举手？哦，啊无诶有哦，你拢毋敢举手，你看卖？拜托诶，买无啊？无遐无生意遐好啦，有啦，楼下有啦，系啦。我甲你讲吼，迄毋是我咧卖册哈，啊那迄本吼卖你500块，无可行啦。遐尔大本，遐尔重呢，囥喺恁家客厅嘛，足好看诶。我不用去放在客厅，真的是有用的书啦，哦，有用的书要去看啦，哦，啊，因为我今天要留5分钟哦，给咱的那个高雄州的这个副州长啊，郭伟珠啊，要用时间，因为他会讲和咱各位讲5分钟哦，有关健保啦，这真要紧啦，虽然是中华民国体制啦，但是跟你的健康有关的啦，啊，所以5分钟来给他。讲一句话，好嘛？起立！立正！站立！